叫我妈，真正我的盘干蒸的啊，还不错啊，哈哈，回来就吃的了。哦，亮，这里面是没有汤的，就是用这个大锅蒸的。这个呢是椰菜，空心菜椰，他们都吃完了。好像这个莲藕啊是蒸碎的，像我妈还挺会做吃的呢，不错啊。你给舅娘都敲了。嗯，不错。